我以前住在猪笼，早早的猪笼是一个山坝，很多人养猪、养鸡、养鸭，根本臭气熏天。我住了猪笼大概十多年了，猪笼呢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花草树木很多，就是靠近南大、南洋大学那边，现在是进步很快。那么猪笼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交通方便，去买东西也方便，有很多购物中心，还有那个高楼大厦林立，现在是很进步了。谢谢。